杜翁。话说杜翁是沂水县人，一天他偶然从街市上出来，坐在墙下等候一起来逛市的伙伴。他觉得有些困倦了，忽然像是进入梦中，见一个人拿着公文把他抓去，到了一处官府衙门里，这地方他从来没有到过。有个戴瓦笼帽的人从官署里出来，细看原来是青州的张某，是过去的熟人。张某见到杜翁很惊讶地问，杜大哥，你怎么来到这里？杜翁说，不知怎么回事，不过有拘捕人的文书，张某怀疑有差错，要去为他查验一下，叮嘱他说要小心谨慎地站在这里，不要到其他地方去，怕万一迷失了路就很难挽救你了。张某说完就走了，很长时间不见出来，只有那个拿着公文的人来了，自己承认是抓错了人，当即释放杜翁回家。杜翁告别了那人往回走，路上遇见六七个女郎，容貌长得很美好，心中喜欢她们，就跟在她们后面走，下了大道走上小路，刚走了十几步，听见张某在后面大声呼唤，杜大哥你要到哪里去？杜翁迷恋女郎们，情不自主地跟着走，眨眼间见众女郎进入一个小门中，认得这是卖酒的王某家。他不觉探身门内，刚往里瞧了一眼，就见自己已在猪圈里和许多小猪卧在一起，这才一下子明白过来，原来自己已经变成猪了。不过耳内还听到张某呼喊，他非常害怕，急忙用头碰撞猪圈的墙壁，听到有人说小猪得了羊癣疯了，他上下打量自己已经又变成了人，急忙走出门来，就见张某已经等候在路上。张某责备他道，本来叮嘱你不要到别处去，你为什么不听我的话呢？几乎坏了大事，于是握着杜翁的手把他送到街市口才告别去了。杜翁忽然从梦中醒来，自己的身子还倚在墙根，他到姓王的家里去询问，王家说果真有一头猪自己触墙而死。好了，这个故事就讲完了，如果喜欢就点个赞吧，谢谢。